表嫂，别再讲啊。那是阿嬷问我才回答的啦，是讲哦，天公伯有目睭啦，做歹代志的人哦，总是会互看破脚手。啊，你走路无你看路，愈行愈过来，是你弄着我，是我弄着你啊？我哪想着弄着玻璃啊？要弄你家己去弄啊！疫情期间啊，想要遛狗，毋是袂用的啦。啊，不过狗若无听话哦，就爱用锁啊牵落条，较袂让咬着，你还佫共坏事嘞。我要来去做 SPA 啦。啊，那这只哦，都爱送去宠物旅馆洗身躯。司令，无你即马是咧创啥？开车门啊！你毋是叫我落来？我用车门回答你的问题啊，还是要用咱来回答吧？谁叫表弟妹讲话这么白吧？伊平常我无生囡仔，佮你拍哪凉，讲遐话你伤害我。哎，我对伊客气，无可能。讲较白啦，都是恁祖家唔知影见笑啦，你哦、喔。都想要接业界的班仪，这叫少强啦！赶紧回来，我收得起哦，不可能啦！你是小杂货，你是小杂货，你是什么？你什么？你哪里来？错完了，你真的太不讲理！赶紧回来，你来下来我家。这次哦，是大宝拼死，红拿的，搭洗身躯的。宋金花，你着紧出招啊！我着把你的荷花摘掉，和你身高变西高。一声拉合着莲花头，哎呀！拍袂开，一定是富比这个心机女。哎呀，闹亏死！耶耶！碧亮，碧亮，你过来了，碧亮！大家感谢半颗仙子的牺牲奉献啊！是什么牺牲奉献？我把它牺牲奉献了。拢表演完啦，这位就是农会理事长宋金花理事长。哎，大家拍掌个吹嘞！多谢理事长这么用心办这个蚌壳仙子啊，这就表示讲哦，农会也够有机会，感情真好，会当互相收听支持啊。水啊，赞啊，大伯，蚌壳仙子水啊，上水啊！我电话来，我接电话哈。这就是你的公事公办了。卡说你若照规矩，该赔偌济就赔偌济啦，无应该包的工程卖去包，这件代志早就煞啦。讲较白啦，都是恁祖家唔知影见笑啦。你哦，都想要接业界的班仪，这叫有少强啦。赶紧回来，我收得起哦，不可能啦！你是小杂货，你是小杂货，你什么？你什么？你给我